你们谁打过辩论？何老师肯定打过。我打过辩论。天真老师打过。我小时候也有辩论过，小学的时候。其实 rap 算不算辩论的一种？啊，算吗？不是。我参加过学校一次辩论，北大法学院，就被老师礼貌的劝退。老师只跟我说了一句：“辩论和抬杠是不一是不一样的。”萨同学，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找我去辩论。我们就要过去了，四点，可以差不多了，走。好冷。你可以把你的衣服借给他。这是一件马甲，你不是有件外套吗？哦，对啊，真的。我说你要真想帮我，就帮我把我那个京东拿来，好吧？